大家好，所以这个 video 就像我之前答应你们呢，我们会来讨论这个刷阿兰29仙。如果我会跟你们share 就是第30题的 PKK 的答案，就是不会之前internet 问题的那个video。所以这个沙拉29，我们在上一堂课我们有讨论了，就是关于它的马鲁马蛋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它的 ekor perdagangan dan ekor untung rugi。所以就基本上是一样的，一开始你要做的就是，先写它的题目。所以这个第29题的话，还是这个 United，right？如果你就写他不打烊，咱们进入题。30 November 2027。然后一样的，通常我们会开三个格子。所以就一开始我们要算它的 number sheet。所以。首先是它的抓烂，我们就看回去它的抓烂有调整吗？所以这里的话，它的抓烂没有调整，OK？所以我们的抓烂，我们一样就拿回它给的 amount。所以这里你的抓烂是254650，OK？如果后就只要减你的布朗安抓烂2471。OK，布朗安抓烂271，所以你就可以算到你的 your number state。OK，所以你的 your number state 你算到的是这个252179。OK，然后下一个步骤一样的，是算你的抓烂。OK，所以我刷烂第一次的 inventory 哇。所以今年的 inventory 哇是25000。OK，然后过后你的本量。11840，OK，然后点布兰安布列，OK，你要布兰安布列，这里它题目给你3820，OK，然后你就拿来扣掉它，OK，所以这个是你要布兰的 C。OK，然后你要加那4个东西。OK，所以这里有的是 angiotensin。所以你的 angiotensin 是3000，没有430。OK，然后过后。所以它这里只要按收包，OK，所以我们加起来这个就是你的量。
哎，你 cosplay 上头的是11465的 logo，你再加你的 inventory hour。喂，所以你的 cost 把让温度比较是3615的。OK，logo 后你的 inventory 所以你这里的 inventory 啊黑是2300。OK，所以我们算你的 cost 完了。11350，所以你就可以算你的分钟加上。所以你的分钟加上11390.29。OK，logo 后你打消。OK，所以你的打消的话，这里有 several。OK，amount 是3000。log mission delivery 吗？amount 是9620，然后过后，OK，它这里的 discount delivery 吗？所以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 manual 版本，OK，我们的本的 contract 就是八，OK，所以本的 contract 就是八，所以我们查完起来。OK，所以是12688，所以你把你的稳重大师加你的二十先，你会算到151717，然后减你的米兰。OK，所以你的米兰在这里，有包括你的。不单拉波一二四七然后过后你的炸鸡，罗布兰特安，然后还有他冰加曼。OK，所以我们先看马路马档吧。你的嘎机是没有改变，OK，所以你的嘎机拿回去68450，然后过后你的 Belanger 这里变13470，OK，然后你的 Faeda Benjamin 这里变成2260，OK。然后我们再看马路马萨巴汗。OK，你的这个布朗安抓兰上面的要调整，布朗安抓兰变2701。OK，然后你的 inventory 阿黑变23115。OK，然后你的 delivery 吗是4000。对，就马路马坦巴汉的资料我们要放进去，然后本来就 M 是43470，然后过后发一个平价码2260，然后实施你那一把拉单3000。
然后接下来，叔叔你来跟着让按三五四零。OK，那接下来是布兰加拉拉格杰七 five。然后。过后没有了，我们就把所有的篮球加起来。OK，所以你算到12266767，等你先拿来检验。所以，它这里是相差了多少？30075减28405。OK，它差了一个1670，我们就要看回去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漏掉。我们看回去我们的马路马看吧，看这里，和我们每一个来看。对，我们刚刚这里，这个 inventory 啊，嘿，我们改了，我们改造的是 inventory hour。OK，所以它的 inventory hour 还是一样21500，inventory 啊，嘿是23112。OK。然后过后，我们的这个，排到隐藏版这里，我们要重新算过。OK。OK，就是这个 Fedor Benjamin 这里，他这个 percent 他给的答案是不需要撑11个月。OK，所以你就，所以你的 Fedor Benjamin 这里是23.20。OK，所以在你的靠谱的样样的运动有23.20。OK，所以你就找到你的答案了。OK，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PKK。OK，所以一样，我们先开三个格子。OK。
这个是 PKK。OK， 所以在这个 PAK 一开始是念 Asset Bookmaster Master。Okay, 所以你的 Asset Bookmaster Master 我们看回去就是念 Promise。Okay, 如果你有巴拉安，还有这个是你的根德拉安。OK， 所以你的 Promise 没有是顺利来的，是68000。OK， 你看看你来不及也是一样。然后你的法拉单，你的 cost 3万。OK， 如果你的情况是顺利来的公布，之前算的是65000。OK， 所以你就要付。OK， 如果你要跟着人按你的 cost 33000，然后你的是顺利来公布是18840。OK， 所以然后接下来你把你的 asset bookmaster master 全部加起来。对，所以你算到的 amount 是97160，然后接下来是你的 SS master。OK， 所以你的 SS master 一开始是你的 inventory RP。OK。所以你的 inventory 这里你算到的是23115。OK， 所以你的 inventory 阿拉拉个就。OK， 所以你的阿拉拉个就是1800。OK， 如果接下来你的 server balloon parameter， 我们先放马龙马丹巴的主题 server balloon parameter 1200。然后过后接下来是你的本温度干货单价股 ，OK， 这个你要 balloon parameter。OK， 你的 echo balloon parameter 是29600，然后你要减你的 PHR。OK， 你的 PHR 是432。OK， 所以你就拿29600减432，你算到29168。OK。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刚刚录歌有哪一些 branches， 所以它这里有的包括你的 bank 7364。Okay， 然后接下来应该是没有了。OK， 然后我们就把全部加起来。然后你填你的 liability 是 master。 OK， 你的 liability 是 master， 有你的平常满8%。 也就是 8% 的平常满价值9000，然后过后有你的 account balloon
9645。然后过后，我们再看回去，我们之前算的就你要不然就按不能白呀五百。然后过后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先一样玩起来。然后我们就去算我们的摩大哥哥。你的摩大哥哥就是米纳尼亚 S 什么色减 BBT 什么色。然后你算到33502，你就把它加你的 asset 不干什么色。哎，所以你算到130962。OK， 我们是不是有漏掉东西？因为你看它的答案相差。相差1200块，我们看回去上面是不是有漏掉东西了？OK， 我们的这个把 add up 平常不能把呀，还没有放进去。OK， 这个 FIDA 评价慢不能把呀，我们加进去。970。balance 吗？也是还不 balance， 我们就再算它差多少钱。我们相差的是230块，所以这个230块应该是。Account balance agreement 这里，我们没有扣掉230块，对吗？对，我们的这个 account balance agreement 也要减230块，因为它马路发单吧，它这里写不让人交了。OK。所以你就所以你就算到了他的答案9462。 OK， 所以你关起来，如果你算他的下面一个基本的 link。 OK， 所以你一个基本的 link 一开始是两模的 hour。Okay, 你的 Moda Awa 的话，这里给的 amount 是98387。Okay, 如果你加你的 OK。Okay, 所以这里的话，你参考的运动本是30075。
然后你要接你的 umbrella。哎，谁这里的 umbrella 看一下有调整吗？喂 ，umbrella 有调整，请你的 umbrella 这里，你要扣一分五。OK， 所以你上一三四六二，然后你要加你的 liability book 的 master。OK， 所以你的 liability book 的 master 有一个 amount 不打卡，10%，它的 amount 是16000。OK， 老公你就要加起来。OK， 所以你就算到英镑的号码9462。OK， 过后我们看回去索阿兰30。哎，这个沙兰三十，刚刚我们是算到它的amount不英镑，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看回去到底是哪里做错了。OK， 所以首先是这个本金账户的，这个 account。这个马龙马坦巴汉起的 ，OK， 这个的话，因为它是member li barang niaga secara tunai， 所以它跟你的 account balance 没有关系 ，OK， 所以它是你的jualan要加这个4800。Okay, 所以你的抓烂原本是你的抓烂原本是107，你要加4000。 OK， 所以这个是放在你的抓那边，然后你的这个的本然后加入就变回之前的amount。OK， 所以你就要拿3%乘以你的8600。OK， 所以你要拿450减个58。喂，请你算到的是192。OK， 所以我们要改我们的account 的号码。OK， 所以的 HR 是192，然后转栏变112680。OK， 所以我们就算答案和9698。OK， 所以今天的 video 就到这里。OK， 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在 Google Classroom 或者是 message 我。OK， 拜拜。